尽力的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哈。那只要乡亲啊有需要，我们随时都在，我们会继续努力哈，继续努力的。这一次这个外界对那个党中央有一些检讨，那你个人对这个看法怎么样？他们有没有来帮你？你的感受如何？其实这么我已经说了哈，就是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，其实所有的人的协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，也非常的感谢哈。所以其实也不要做太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无谓的这种攻击了哈，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尽力了，谢谢。知道董事长现在的户籍在哪吗？因为昨天大家都很关心说董事长住院嘛，然后没有办法去投票，可是昨天家庭的成员里面有非常多人都接续去投票来支持你，那知不知道说董事长的户籍在哪边？我们还是希望他多多休息，身体最重要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哈。嗯，江委员，那个国民党现在目前哦，就是在台北跟台中这边的状况，那在国民党的这边的网络上有一些讯息跟舆论啊，都是认为说这个朱立伦主席应该要这个辞职，那你怎么看？因为你也担任过主席过。我作为一个前主席啊，我想我不做任何这方面的评论。但是好，那可以看到呢，出来陪伴颜宽恒的呢，依然是立委江启臣呢，也就是前国民党党主席。那朱立伦呢，在今天是继续审议当中。